Hello， 我是阿金，欢迎来观看《绝命精神病院 Outlast》的游戏影片。那我们就直接从新游戏《告密者》开始玩。他的《告密者》跟之前的怎么讲正片是没有相关的，就是说你不用破了主片然后再来玩《告密者》是没有这回事的。你直接买了就可以直接玩。然后汉化是刚才出来的，所以我是马上装了之后就开始玩。我该不会又在实验台上面了吧？还真的嘞！不要！等一下，这该不会是 Myers 吧？这该不会是本片的主角吧？倒在地上，然后又被抓起来之类的。But open your eyes. 妈的，你的脸好丑啊！ What's the matter? 发小。Somebody hit you? Here. Let me help. Yeah. 恶心啊！恶心死了。这些家伙全部都有病了。It sounds like real trouble. At the engine, they said Hope made a lateral ascension. What do you hope? 后面在干嘛？They're not happy about it? No. Shit. Shit, shit, shit. Come on. Shit, shit, shit. 他说用了什么发声体，可能就是我们本片在玩的时候。本片在玩的时候他脱出了。两小时前。哦，这是我被抓来这个实验台上的两小时之前。现在才是真正开始告密者的故事。你不认识我，有话快说。他们在监控，我在精神病院做顾问。嗯，所以本片是操纵一个记者来探明事实，告密者是操作一个在巨山精神病院的顾问，一个实验人员，所以叫做告密者吗？他把这封信，难不成是寄给 Myers 吗？发送邮件。这里发生可怕的事，我不明白，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东西。医生谈到似梦治疗涉水太深，发现有些东西就在深山里等着他们，人们受折磨，真相需要被揭露。发送邮件，快发送啊！就发送给 Myers， 发送给记者爆料，所以才会 Myers 才会来这边。好，开始了。Hello， 这是里面的警卫。等一下，我把音量稍微调小声一点，音乐有点大声。因为我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之类的实验人员，手上不会有什么装备。我的名字叫帕克。到形体发生仪上的主面板报告。我记得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最后在逃命的那个实验室场景嘛。有点故地重游的感觉，不过这次是在安全情况下，而且我是里面的一员。我想起来，这附近是不是之前肥宅被鬼杀死的地方啊？是 Walker 被杀死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对不对？一直有印象啊。下位病人要来了。到终端前面去，我看到椅在发亮，等一下我稍微晃一下。这里就是他们制造灵体的地方，做实验的地方，让一个活人变成超自然状态飞出来。前面就是那个机器。鬼魂的来源。我唔知啦，不要问我啦。L 怎么办？我在等什么？有甜甜圈吗？我必须边吃边工作啊。我是一个编译程式的人员。哦，原来如此啊，我懂了。该死的机器，不！你这施暴的王八蛋！
他们要强奸我。这个就是被抓来实验的人。软体上传中。哎。不行，我没办法。Hey, calm yourself. This is a high security. Sorry. Mr. Park was just surprised. I'm sure he's still calm and eager to finish his work. Take your seat. 我是个领死薪水的城市编译人员啊！我没办法救你。人头要落地了。Five seconds. 五秒，四秒，连接中。有、yeah. ，他们把刚刚那个人塞进去了，身上插了一堆管子。病人叫做艾迪。You're finished, Mr. Wayland Park. 啊，成功了，这么快、啊？ Don't expect anything. 他的脸都烂掉了，那是。实际上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对不对？看那个培养槽，一个、两个、三个。哎，没有，只有一个在里面。Thank you and goodbye. 让我看一下嘛，吹什么啊？下面有警卫都拿着枪在走来走去。Shut up！ 我可以过去吗？不行。这个就是鬼魂产生的一开始的步骤。他们把人塞进去，把他的意识提取出来。我就这样完成我的工作了吗？可以离开了。哎、hey! hey! ，嘿，没人鸟我。哎、欸，我可以试着开门，完全进不去。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脚，欸、非常轻松自在的走在这个鬼地方。哎、欸，啊靠！他发现我。把邮件发出去了，完蛋了！我就是那个告密者。Consulting contract 8208。软体工程师。Security clearance。嗯。Graduated cum laude from Berkeley， but 不要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反正我就是被抓到了，对吧？我露出马脚了，对吧？他那个脸真的有够难看的。电脑爆了。Onion router and fire. 洋葱路由器 would be enough to fool the world's leading supplier of biometric security. 这整间实验室的网络全部都是被监控的，有什么东西出去或进来都会有人知道。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you committed. Mr. Park, will you willingly submit to forced confinement? Did you hear that, agent? He said yes, Mr. Blair. 我是没没讲，不要。Oh, and.Did I just hear Mr. Wayland Park volunteer for the morphogenic engine program? 他要把我塞进去哦。Mr. Blair, that was brave indeed, Wayland. The Murkoff Corporation and the onward march of science both appreciate your bravery and sacrifice. Maybe you could administer Mr. Park a light anesthetic. 不要！这个叫麻醉剂哦。Whistleblower。告密者，吹哨者，告密者。他的麻醉剂就是拿枪敲我，真是够麻醉的。又回来了，这是两个小时之后了。哎、欸，为什么放开了？我眼前出现奇怪的幻象了，旁边还有跟我一样的实验犯人。嘘嘘，什么嘘啊？吓到要尿裤子了！啊，他要挂了！哇，灯光突然暗下来了，这不是我，这不是电脑宕机，这灯光突然暗下来了。走，哦，鬼魂在咬人了！哟。两边的同伴都挂了，等一下看笔记，看一下笔记，我搞砸了！哦天哪，我在哪？几个小时过去了，可能是几个星期，大脑里充满经验，他们逼着我看着，就是刚刚那个仪器，必须找人救我，必须找人救我。
丽莎，我很抱歉，如果我死了，我知道你会找到我。我不停寻找我的尸体，我希望你在我的尸体上找到摄影机，把真相散布出去。丽莎，抱歉，我很抱歉，我把事情搞砸了。这是迈尔斯的笔记吧？这是迈尔斯的摄影机，对不对？这是迈尔斯的摄影机啊！要怎么出去啊？这些家伙！酸！他把门打开了，我直接酸了，把门关起来。关门！躲！随便躲一间，随便躲一间，谢谢。我这边是正确的吗？他有追来吗？好像没有哎、欸。电池。喂你。每间厕所都开一下。没有东西。没有人对吧？他没有出来，太棒了！哟，他们在里面杀其他的实验人员了。靠，前面有人！不对，等等，我进来什么地方啊？都是血！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任务目标啊？我有任务目标吗 ？Table， 没有。这些病人都被放出来了，躲住了。刚那个人是不是从这边冲进去了？警察跟那些犯人在对干中了，完完全全的暴动。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他叫我拿这把刀。他把我看成他们的一伙，对不对？怪胎，恶心。不。住手，老兄！ There are no observers here. Now,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before I change my mind. 对不起，我可以走了，从这边走。这家伙都没穿裤子啊！好，村中有人坐在那边，我就知道了。Oh fuck! Fuck you! Come back here! 妈的，这家伙会打我！我明明知道他坐在那边，但是我要死了。后面两百趴没有路，不行，我还能再撑一下。前面在乱揍人呢、啊。差点死掉，没有路。通风口，一开始就这么紧张啊！不要吧。Bad idea. We get out of here through reception and let Merc Tactical clean it up. If they get here in time, we need help now. We get them on the radio. The National Guard. 还有警察在里面，还没有死光。听他们讲话一下。使用监狱里的无线电。我必须赶在他们前面的时候去。有纸条，等一下哦，等他们讲完。他们想要阻止这一切，基本上是没办法了。我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些犯人。我是不是绕了一圈了？看一下纸条。
监狱里有个收音机，如果它是电子的，我能帮它发出声音，让它起作用。还有希望，丽莎，我真的回家来见你。就像你说的一样，我错得很狡猾，我觉得把一些信息透露给记者更安全。丽莎应该是他女朋友啊，我以为这个纸条是麦尔斯写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写的。我应该把穆克夫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世。这里太破旧太危险，他们掩盖不了事实。寻找无间链。这怎么下去啊？欸，我绕一圈了吧？是吗？我不用夜视功能，真的太黑了，看不到。我没有穿鞋子，我注意到了。有人在角落。这怎么出去啊？推。啊，我还可以推柜子，我都忘记了。旁边那个人走过来了。哎，老乡。干嘛？不要一声不吭的接近我，可以吗？那边是堵的，已经有鬼魂出来了吗？有死人在那边。开门一下。死路，嗨！其实里面犯人的脸长得都很像，都差不多的模组。什么东西？我头上有什么东西在走来走去啊？锁住了。耶、yeah ！死掉的警备人员，还有工程师。研究人员，他是医生。You're not security. I was. I'm a patient like you. Stole these clothes from a dead body I found. 只要按下按钮，打开门。Please, just push the button. Open the door. We can get out of here together. 我不想当个笨蛋，把他放出来追杀我。但是不按的话，就不能进行剧情，对吧？我知道他在胡乱我。啊！我要看他被杀、喔。Fuck！ 是我害了他，对不起。门锁起来了。是我害了他。怎么办？这没地方可以出去啊。这里吗？不对。隐藏？哦，刚才有人进来对吧？没有声音，没有。哎、欸，啊，可以开了，警报过后就可以开了。什么东西？我，冷静一点，怎么那么快就有怪物出现啊？刚刚还被他摸了一下，可以走了。跟着他走。喂，混蛋！这个扇门出去就是外面了。但是他把门锁起来了。混蛋，现在怎么办？鬼魂就在我后面。笔记。这是帕克的辞职信。波罗波罗韦伦帕克，韦伦帕克就是我。辞职是由于未诊断出的精神疾病。不太重要。这是帕克想要离开这边的辞职信而已。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就已经想离开这里。是因为我不适任吗？他说我有精神病。我真的打不开啊！天啊，我不想回去。
音乐怎么突然不见了？爬上去，不行。没有路。我不想回去。这边可以上去吗？哎，可以。不要去摸那个。我完全不知道无线电的位置在哪里，只能摸黑前进。然后，前面都是惨叫声。这边可以进去吗？啊，可以啊。我不想在这边太浪费我的电，但是不开的话看不到。有东西吗？啊，电池一个。这里好像是病房区了。我看到我左边一大堆人肉。前面有人在吃人呢、啊！耶，笑，贴图做得太真实了，太恶心了。这些人像猪肉一样被吊在空中，煮人肉啊！煮人肉啊！应该不是这扇了。右边那扇门是吃人肉那家伙在那边。他在里面聚，不行不行，这边要用。他看到我吗？应该不会吧。这里是全黑的状态，门不行。哦，那个家伙是不是？那对兄弟啊，巨屌双人组的其中一个兄弟啊，他看着我这边啊。妈的，只能往前走吗？只能往前走，搞屁哦！不能从其他地方越过吗？裸体吃人魔，好恶心哦！在食人者的厨房里，不要要求看我的尸体，丽莎。我死之后，当你结束了那个刺探穆克夫律师和公司杀手情报的诉讼之后，不要让他们给你看我的尸体，埋了他，烧了他，让我的儿子记得我的全部。这是在写遗书了。那个男人在吃人肉，他看向我，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愤怒，一点渴望，最重要的是饥饿。拜托，不要让他们给你看我的尸体，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女友还是老婆。看到他残破不堪被啃食的尸体，这样子吧。然后我应该换个电池了。他正在努力的吃他的肉。他是在吃肉还是干嘛？他是什么鬼啊？该死的小空间。厕所啊，这些柜子可以隐藏，捡起来，老兄。我不想漏掉的东西可以捡，希望不要漏掉。后面好像有人，后面好像有人。他说他成功了。哎、欸，解开手铐，打开门。我只听得到声音，但是看不到前面有东西啊。怎么解开手铐？我们有拿钥匙之类的。
诶，怎么解开啊？我还要回去找钥匙吗？我希望我现在走的路是对的。钥匙左键不对，没有钥匙啊！搞什么鬼啊？没有钥匙啊！这边吗？爬过去。开门。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不过背景音效开始奇怪了起来。什么东西？有人在那边。就是刚刚那个食人者吗？躲到他边边去！对，他不是看不到我吗？他说他可以闻到我。路在哪里？关门！躲柜子，谢谢。我来这边应该是要找钥匙的，但是那个食人者一直在这个区域晃。竖起耳朵，听一下他看他有没有在旁边。好像走了，出去看看。好像走了。我不敢回去那间房间。哎，靠！有这种事情啊！死定了！没路，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他明明是在我左边的房间，为什么我一开门他在我前面出现啊？我进去遇到食人魔之后，那个房间算是一个么字形，四方的。解开手铐。但是我遇到食人魔之后，没有看到任何发亮的东西啊，还是因为我跑太快啊？他就在前面。我现在面前这扇门是锁的。妈的！怎么过啊这关？这样他应该看不到了吧？好像在我旁边呢。赶快离开这里！
我没有被发现吧？我没有被发现，对吧？要死啊！该死的！没有钥匙啊！通风口。是走这里吗？啊，不对，这是电池。他要干嘛？他说他很痒，他的脸烂掉了之类的。不能捡。等下，那边可以开。啊！我找到钥匙了。我跟着他进去看看。他上厕所吗？那叫我继续上厕所，完全不鸟我。他的眼睛包起来了，应该是看不见我。我们就想办法回去。我已经拿到钥匙了。一堆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人。文本。作者医生，巴拉巴拉。在女士治疗结束的时候，对于女性病人和员工的身心因素引擎已经完全建立好了。半逐月妊娠，巴拉巴拉，请指示。感觉不太重要，这跟剧情，这是要比较深入了解剧情的一些医院相关的事项，基本上不是不关我们的事。好，回来了嘛？我回来了嘛？前面应该可以跳对吧？上去，他应该过不来。打开，打开，打开，谢谢。又是一个黑漆麻屋的烂地方，前面好像有人，没有？有东西在爬，那是人吗？这好像是锅炉室，对不对？我夜视又快没电了，这边没有夜视功能，完全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隐藏一下吧，我看一下时间，玩了30分钟，差不多。今天就先休息吧。然后我们下一部的影片再继续。我今天就先窝在这边了。这是一个内部的城市编译人员逃出的故事，逃生的故事。他就是这一家精神病院的爪爬子，养老鼠咬布袋的那只老鼠。不过他要逃出去这段路，反而不是精神病院的人要抓他，是那些囚犯还有那个鬼魂。阻碍他逃出去的路，这样子，把他自己一个人留在这边等死。OK，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部的《绝命精神病院》再见，拜拜。